没有来过，第一次来。南部才是冬天旅游的首选。他这里开出大奖，冬天呢、啊？耶！全部都是香蕉，奇山必吃的哦。香蕉啊！来，120。你今天看北卷，四五卷哦。秒杀，冰红茶比赞。好喝，不会很甜呢。五个颜色都圣杯，这个一浅的神尊。来，加油！有啊，卡斯鸡腿酥。这次200块买这一瓶，吃吧。味道跟我讲，螺丝有可能连线吗？预备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今天呢，带各位去高雄旗山老街一日游。那旗山老街是2023年全台最多人去的一个老街，不要啰嗦，出发 ，Go Go！ 我们来东山上个厕所，补给一下。哇，它厂商很多哎，而且有真鲜呢。麦当劳，哇，好香哦！里面应该是一个美食街，星巴克也有。你要去买那个茶叶蛋就好了。两个大的，对。那叫什么吗？没有了，好吃哦。就来到休息站买起来了，3块，谢谢。茶叶蛋打开之后要放冰箱冷藏，好吧？这也太多好吃的了吧！对啊，这休息站很大哎。这是不是你旅途的一部分？应该是，旅途购买的一部分。对啊，真鲜够够，就买完就可以够了。我们到了，不会，今天风大，很热，穿短袖的，耶、yeah ！这里的停车费一次100，还行，蛮人性的。没有来过，第一次来，开了2个小时的车。看有什么好吃的？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吃的。南部才是冬天旅游的首选，对，因为天气非常适合。我喜欢南部。大家都穿短袖，不然就是薄长袖。到水果摊再左转。大家都在吃冰呢，冬天呢，冬天呢，大家都在吃冰呢。我刚才用了一套停车的方法，大家都在停那个排队的公有停车场，那我们不用，我们直接停在客满的私人停车场外面。只要有人走了，我们永远都是第一个可以听到的。他这里开出大奖了，哇！要不要去买一下？好啊，好走。买刮刮乐吗？对啊，这是旗山车站。200万刮刮乐嘛，刮掉嘞，宾士车已经一台啊，一台在这里刮到了。哇！要买一个，感觉很旺哎。等一下，六三个，没有啦，也不要拍我。中一圈了，比他小，比他大是不是？对，是。来杯，来杯，不要说，来杯。中一圈，好，谢谢。厉害哦！恭喜你，恭喜！买吃的。哇，300万一圈，在这里，有干爹了。来吃饭，好进去啊！好啊，红茶牛奶是好喝的吗？快来跟你。可以试试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在叫这边喝起来，好像是香蕉吧？这是旗山，这是旗津。香蕉蛋卷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啊，这边好啊，这边好吃，可以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全部都是香蕉，蛋糕30块。
暗的啦。要，后面你爱不？哎呦，好了，我看好卖吗？太高了。来，170。好，谢谢。要不要再加？嗯 ，Ricky 没吃过，带他来吃看看。还有什么？然后你的粉丝就会推荐阿满说好吃的。阿满可能每次都买这个。哇，真的很多卷呢。嗯。今天他这卷4-5卷哦。哇，肉煮的。好吃。肉饼比较好吃。肉饼比较入味，刚好对。它卷是新的啊，新口味。它卷的是比较淡味道，对，没有什么味道。它的味道比较够，那个卷卷没有那么够味道。OK。卷卷主要是吃那个五花肉的口感。对啊。好的。泡菜好冰哦。秒杀。香蕉清冰，来喝个红茶。是香蕉冰冻瓜茶。没有，那是香蕉红茶冰。你要喝冬瓜茶、啊、香蕉冰冬瓜茶。它是有比赞的、啊。冰红茶比赞。排队中。不会很甜呢、欸。不会很甜呢、欸。对啊。我闻起来很甜，冬瓜茶也很好喝。比例刚刚好、嗯，然后他说不会减糖，不会减冰，对，一律是黄金比例。嗯，好喝。超多人排队的。好喝，不会很甜呢，没有台南说的那种很恐怖的甜。对啊，我接受。我感觉冬瓜茶还不错、嗯，就是不会死甜，很温和、嗯，而且它是直接进去那里。你自己点自己做、哦、对，现点现做，现结账，直接拿，直接走。我去天后宫一下，呀，天后宫。他们在广播诶，都可以拿到前面那个吧。有这个机会哈，安尼叫明君嘛哈，和你拜，千万，哇，全部都笑哎，和你今年呢，顺顺利利，顺顺利利，龙年吉祥，要五个都有才有啊，平安，要五个颜色都有，圣杯才有，哇，报名，哦，500，恭喜老板，有机会啊，然后他说，第一次。五个颜色都圣杯，就一个一浅的神尊。给谁呀？给点要工作人员。加油！他只有我一个人。对啊。姓名住址。有啊，有啊，黄色的秀波啊，红色而已吧。没有黑色的耳机啊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黑色耳机，两个。你要两个不同方向的。总结三个圣杯，两个校杯。就很厉害啊。过半。对，可惜没拿到黄金神明。就感觉我的愿望可能有过半的几率成功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没有让 K 掉啊？不让 K 掉嘞。岐山必吃美食，卡汁鸡腿酥。是啊，是五谷的。哦，这什么肉？鸡腿肉。来，你拿这。啊，你拿这。越南部啊。
快到了哦。快了，好吃甜，好吃甜哦。这样还蛮好吃的，甜甜辣辣的。你要吃一个吗？好啊。真的还 OK。哎呦，这是甜的。哇，刚刚的。你那真正较无啥，两百块个米啊，开我做这个饭团菜。哇，这有救啊！没有啊。哦，这次200块买这一瓶。吃小卷吗？就热闹了，这种就好。吃吧。我帮你拿。你叫我用这个。嗯，好吃耶。哦，呛到了。它真的有海的味道。给我讲。原本还 OK 啦。这好吃。好吃啊。有没有回到澎湖的感觉？嗯，好笑哦，很好吃哦，超 Q 超嫩，蛇汁够可能。蛇汁有可能一人份吗？你有十五只了吗？15只啦。有，厉害哦，很集中哦。来，预备开始。来，好了，预备开始。老了，老了，老了。好吃吗？好吃哦，我看很多人排队哦。不知道，你要去现金一把抓吗？干嘛的？这个是？没有啊，我以为是外国那个现金一把抓。不过，我有三星醋饼啊，你要吃吗？不要，我饱了。对，我们逛回来，又来到这一间。有始有终，再来拼一次看看。没有啦。魏仲杰啊，还给他了。还给他了。免费吃了700元的岐山美食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岐山老街逛差不多了，也吃了很多香蕉的美食，然后我们差不多要去下一站了。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里了。以上是今天的分享，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，记得把你个喜欢，还没有订阅朋友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，拜拜。